小石汽车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好评度的人数，实在是足够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ご覧の番組は幸せ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Frodo， 百年翁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好来哦，现在要致辞了哦，我们致辞嘉宾柯P，好。一年的那个感想哦。感谢一年来大家的支持、与鼓励，然后大家的配合。你这样子在算计啊？好，希望明年要更加的努力，让老板可以换更好的车。大家继续加油！金峰啊，金峰啊，拜托不要倒了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谢谢这个朝智饭店是我朋友 Alan。啊，今天奖品有很多哦。我们今天奖品有 iPad 哦 ，Apple Watch、Switch、吸尘器。哎，你哪弄杯和联呢？以为是和联要举办啊？哎呀，请问那和联公司嘞？哎，有金饰呢，然后还有红包哦。我们最大奖3万的红包是那个林毅能，好不好？在卖那个什么 Smart 那个同行的，还有我们朱董哦，朱董嘛，贵雅包，朱董总额是多少哈？啊，目睭也蛮对啊啦，等下就是拢抽钱啊，钱啊！啊，我们上面那些奖品哦，我们的厂商捐赠的名单哦，立威、黄记、富君、清传、仙池、正宇、顺安、丹丹啊、汉堡，那个丹丹汉堡五合作，马基、阿庆、泰雅、大内，大内是刮刮乐，啊，哥文哥哦，文哥买就大包哎，来来来来。好，铁宝啊，乐乐凹痕哦，上大 DCT 美车工坊，美车达人迅成啊，宇杰、宏伟、明山，好啦，啊，我们今天的奖品就是这些厂商提供的，好不好？已经在吃了，看我黑鸭已经来啊呢，好啦好啦，啊，开动，好好开动。来，抽奖啦！来哦，我们现在抽一个399的小米无线吸尘器，没有啦，1095啦，不是399啦。好啦，科比抽第一个哈，小米无线吸尘器，来下阿哲，阿哲，哦，来奏乐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谢谢。第二个是小米户外蓝牙喇叭，哎，奏。蓝牙喇叭，啊，你这摆一支手机啊，搁摆一个喇叭，哪行哪放啊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下一个是1299，啊，不是小米了哈，负离子吹风机。来喽，等下谁？克里斯。克里斯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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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柯帅气炸锅只有空气而已，莫你 Q 家己啊。想记得。哦，苦瓜，苦瓜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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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好，来下一个小米银离子吹风机。哎，这小米是有赞助哟，你哪还买小米哈？小户，哎，你哪买想坐吹风机呀吧？轰大灯啊！哎，轰大灯啊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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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恭喜！哎，微波炉嘞，和联的嘞，两个哦，讲究机啊，好啊，来。阿展，林总，林总，哎，哎，有你的嘞，哦，要求一下，哎，宿舍如何，对吧？阿里，你知道放哪里？我们公司有缺哦，直接办公。我们公司那还用好几年呢，里面有一点臭臭的。好，恭喜。啊，下一个是什么？小米 K 歌麦克风两名，毛毛，苏伟，苏伟。你们两个要，你们两个要合唱什么歌？你最珍贵。你会唱吗？不会，太老了。那你会唱什么？两只老虎。
气炸锅哦，阿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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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等一下下去再录音哦。电子清净除湿机，来小五帮忙抽一支。翔哥，翔哥，太客气了。阿如，阿如啊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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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哇，哎。不够世代啊！恭喜耶！沙俊战车是啥物啊？哦，哎，看人家袂歹呢吼，床上除螨机的对啊啦。二来科比 Q 姐，喂 ，Winston。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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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下一个什么？吸尘器。阿进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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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来恭喜。飞利浦智慧万用电子压力锅，哦，这贵的哦，哇，这绝对是会计部家里面爱的啦，绝对买丢伊的啦，丢着紧落去，丢着过来落落去啦，来丢个，换这个，哎 ，Polo， 啊 Polo， 这大奖没有唱一个歌不行，来预备开始。不爱星座的开开就像龙卷风，哇，除湿机哦，这个跟刚刚一样贵，大台的，好，这给科比说，够合脸，气势，我讲气势，古董。哇，要求啊！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朱总今天捐两万，吃一顿饭，还佫摕一个主持机，美和。哎，恭喜！恭喜！现在是咖啡机是不是？哦，咖啡机呢？哎、欸，恭喜有钱哦！啊啊啊！我们新的茶水间扫咖啡机，好不好？看谁抽到自觉一点，逸轩。我跟你讲，大磊，一颗脸的因为这台咖啡机直直哦。好，恭喜耶！还有两个哦，腰虚啊，金马的都，我看，对，哦腰虚，我看着，这真正金牌，唔假。哦，两名是不是？来，老板娘来抽一个啦，抽自己，快点，拜托。有，哦，哎，那还没抽到，你蛮大奖，还是抽 Switch。来，大家看，不是丢回去啊！啊什么？啊汉！啊！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我来讲，阿汉多生囝，巨哥。巨哥。加油！欢迎大家来，我来讲，好，拄啊好，巨哥够要生啊！要够生啊啦！生啊！哎，一个才生尔，一个要够生啊！哦，恭喜！哦，越来越大奖了嘞！好 ，OK， 恭喜！Switch， 梦卡，够健身环，这是安内，哎呦，健身环呢？我这个啊，抽到我就变咩啊？我没办法，我运气没那么好嘞，不然你要指定谁帮你抽来？阿哥，好，阿哥你，志伟，等下，没有这个人，没有这个人。得到最可以，我来讲，我过最了，后一支泰山呐、啊，我捡上来好啊，好，志伟，好了，恭喜，走吧，好，谢谢啊，好，下面再抽一名哈、喔，给三个嘛，三个来，小冠来健身环，几行奖金，大家念你的好无啊？看呀，哎，来进来，好人，哦，贵州的，夭寿啊 ！Apple Watch， Apple Watch 哈，你运气很好，来，大声的念出来，石化。抽到的是我的，有了，好，恭喜啊！师傅没有，对，我们要给有需要的人。下一个是iPad， 来 ，OT 吗？小什么？有没有人第一个字是小的？举手。小冠啊，只有两个哦，小冠三个，好，小什么？小刘四个，还有小什么？小五啦。可以看 A 片了，哈啊，恭喜！啊，再来这款，啊，真来嘞！那够绝嘿！这个是上当，啊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哦，鬼料，忘记，碎玻璃，也不知道里面什么，随便抽了，好不好？盲盒，好了，青菜，有可能是玻璃啊！哎呀，青菜，哎，再来这一张，等一下，不要现场开，哦，抽到现场开，
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包那么大包里面个塑胶肉啊，不是垃圾袋，很老实哎。你来这拿啥物件？丢掉很贵哦哈。来，像小刘，小刘。来拆礼物哦。耶！今天搞不好一箱现金，我干十万现金。你动作你有上当偌济玻璃啊？啊！厨师机啦！恭喜恭喜恭喜！住戏子，刚刚啊，垃圾要带自己带走，不要造成店家的困扰。啊，这是啥？富军啊，富军嘛，我们在来这里啥？其他店低了。哎、欸，五颗脸哦，电霸，金碎脸来哦，陈轩现场开哦，看是不是电霸哦，哎，电霸公司有券哦，妈的，你们拿到哪里丢到哪里哦，队长，奇美的手冲咖啡机，好，恭喜哦，拍手，几千块现金啊，几千块现金刚好卡好，来啦，再加两千啊，来，我们抽3000块红包好了，接下来都钱了啦，还没抽到举手。哦，这种钱钱，来第一包3000块，芒果，来来来，3000块够吗？够啊。3000块性感吗？不性感是吗？第二包3000，来，我来哦。哎，第二包3000，板娘，哎，老板娘3000块，捐出来，捐出来以后签要再丢回来嘛。那怕死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等一下捐出来，再抽一支，再抽一支，再抽一支。泰山，哎呦，越来越多钱了。哎，泰山，你准备你要捐？哎、欸，泰山，你难得这么好运哎！我本来问你说这个钱你打算拿去干嘛？捐掉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一捐再捐，已经连续两个人了嘞。那两包合一起抽6000了。哎呦，谢谢泰山哦。下一包我们抽6000的，因为两个人捐出来。你的签没有没有拿起来了，拿起来了，你现在想丢回来了。小什么？剩下谁？小的没收到举手。小玉，小玉，小玉，小董，小帅，谁要勇敢的举手？6000块，谁要？6000哎，小董。哎，你准备用这个钱干嘛？回金门过年。好，回金门过年，好哦，好，恭喜。啊，下一包是几千？5000的。你抽一支好不啦？5000块。嘿、欸，阿文，你等2万抽到5000，所以捐出来变2万5，是吧？然后来5000，刚刚文哥捐的小罐，哎、欸，好啊，接下来有哎、欸，不知道多少钱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抽到现场看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。来，阿科，这小奖高利的，我等你，哎、欸，等你，等一下最后一个剩下的是3万。所以我们最后留两只的时候，今天不是3000，就是3万呐，一直这样。哦，等下最后两个就紧张刺激了。对啊，这先跳过3000的，那3万放在一起。来喽，来3000，大白。好，剩下都2000的，2000的我们抽4根吗？一个四支给抽出来啊。啊，咱就捞两支了啊。哎，咱就是捞两支啦，好不好？丢两支，我丢两支。哦，你丢两支，我丢两支啊。来啦，哎，来啦。哦，剩最后两个不知道是谁，怡萍跟我自己。哎、欸，你赶紧丢，赶紧丢！我来举啊！还有没叫到名字的举手。4个嘛，有2个人会被剔除掉。机智小玉，来恭喜，恭喜，来恭喜！哦，来哦，气给了哦。最后2只是谁？你跟陈军，不是3000就是3万，来鼓掌。哦，这太刺激了！我跟你讲，就是要对决。好，一个3000，一个3万，我们要怎么玩呢？我抽3万的，然后我抽完以后，我们看剩下这只是谁，要不要？好。我抽3万的哦。来，3000的是谁？谁？谁？3000？丹丹，丹丹。哎，我对你好哦。哇，哎、欸，最大包，今年最大奖，好不好？3万块，恭喜！哦，谢谢。好、哦，这个是艺能捐的。来来来，钱桶都回来，钱桶都回来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塞巴卡哥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好了，老板娘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本来刮刮乐哦，有那么多张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一张张抽来没意思。对啊。
我们抽一个人拿全部，要不要？让他刮到手残，要不要？两个人啊，一个人。两个人吗？两个人好了啦。好，那你分，随便分成两把。本来一人一张太无聊。先讲哦，这个刮到的要拿出来，大家享用啊。啊，来抽第一个，刮刮乐。阿纪，阿纪。好，恭喜，全部都你的啊，不累。好，下一个小什么？小五。小五。老板娘没了，好空虚哦。没有了，抽完了。老板娘，你要不要赞助一包红包抽？今天没有带钱的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先借你。哦，200块。你不要逼我用那个老梗重一摔好不好？有杀气一点，拿一包出来抽。我觉得压力好大。等一下，我想看看，6000块。6000块，老板娘6000块一包。好，那你自己抽一包而已嘛，还是变成买5包？一包而已。一包而已。好，来哦，加码的哦。阿如，阿如。哦，要求啊，来，恭喜。好，我要去凹赞助掌声。来来来，你看这科比赢你刮刮乐啊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赶快赞助一包出来抽者。哦，赶快6000吧。6000，科比6000元。6000，那边都是千块，倍千。倍千，倍千，倍千，来来来来。抽啊抽啊，卡比。8000元。哦，四话。四话。哎。买手表。阿珂，你是不是要买手表嘛？对吧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抱歉 ，Apple Watch 刚好买下来。哎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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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，哎、欸，朱董哦，说再拿一包80000的。来，你跟我借啦，10000啊，10000，10000，10000啊，是，来来，123，谢谢朱董，123，谢谢朱董。啊，来抽来抽来抽，我跟你抽。我来讲，阮某有做一点红红的记号。哎，自己抽。哎，来哦。阿呆。哇！哎、欸欸，哇！哎、欸，哦，要求啊，主动吃这顿门开几啊万。拍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啊，那我们抽奖还有吗？你还有钱吗？没了呀，带来的钱都抽完了啊、哦，还有是不是？哦，还有年终啦，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，年终的桥段又来了。我们跟去年一样，最后的是最后的嘛。第一个哦，来 Polo， 加油哦，辛苦了一年，好不好？来来，这个厚度可以吗？还是厚一点比较好？再厚一点，下次都用100的，下次我就用100的，会很厚。好，下一个。芒果，来来来，看一下厚度可不可以？哦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性感吗？性感。下一个，来阿进，辛苦了，好、哦，谢谢。逸轩，辛苦了。下一个四化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、欸，其实小五也蛮厚，你来多久啊？一年多。一年多，你怎么一副菜一样？你跟我讲。我菜就行。啊，为什么那么厚？来，辛苦了。好，下一个一斌，来恭喜。好，辛苦了。阿登，来来来，辛苦辛苦哦！我跟你讲，美容部是最辛苦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天气冷，天气热都要这样子，好，辛苦辛苦。哎、欸，小玉怎么那么厚啊？装错了。干，哎、欸，你那还高啊？恭喜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。来，下一个小刘，小刘应该是古年是有赚钱的总统哦，辛苦辛苦辛苦，不用纸了啦，那都那么薄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他媒体部不是发完，那阿呆的在哪里？对啊，媒体部都发完了，不发单。哎，泰山也还没拿到哦。我看他泰山那么厚哦。来哦，陈轩，来辛苦哦，辛苦。小冠，来辛苦辛苦。哦，哎，这干老师哎，阿哲，哦，你阿妈嘞。哎，干，毛毛辛苦辛苦辛苦。下一个毛毛，哎，跟你讲，其实你跟阿哲差不多。辛苦了辛苦了，哦，弄这辛苦哎，你怎么弄得高？小董哦，小董加刚刚的，你看，来辛苦了，好，新年快乐哈！你阿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全车烤漆，我跟你讲，这随便一包都是全车烤漆的机制，哎，看，哎呦，不错了哈，来辛苦了，谢谢老板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来来来来来，陈军，哦，看看你刚30000再加这一包，靠腰啊，今年他最多啦，来辛苦了。来，志伟，其实不错，你看9点几枚，应该是不错。辛苦啊，小胖。哎、欸，你们拍手拍累了哦。哎、欸，
看你人缘不好，有一点。那你跟谁比较好？都没有好的。那谁最烂？谁跟你最烂？不好说。来，恭喜哦！哎，钟颖，钟颖为什么会混在这边呢？他这那么厚呢，那边更厚。好妖啊！哎，干了，真的其实还不错，还不错啊，辛苦哦，苦瓜。来来，辛苦辛苦辛苦啊！他的苦瓜的哈。哎，阿呆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你的那么薄？怎么？现场开的啦！看你他妈为什么你那么薄？因为我跟你讲，房子过户给你了啦。哇！啊，等一下再去签切结书哦，哈。新年快乐哈！所以阿呆今年也没有钱，他钱都花掉了，花在那个车上面。啊，这个大头的哦，李耀宗啊，光宗耀祖李耀宗。哎，要捐出来吗？那你也会看的哦，哎，看状况。啊，钱拿了，打算要拿去干什么？去哪里花？去怎么花？怎么花？啊，辛苦，哇！我又是大把黑了，来啊，辛苦。哎，我想今年有人被干掉了。下一个是阿哥，厚的。啊，辛苦，哇！我今年去阿汉干掉，来阿汉，哎，我可以抽给大家看一下吗？可以。我们不是在炫富哦，好，这是阿汉的，不是我的。哎，你看啊，要几万？哎，几本啊？恭喜啊！哎，阿汉今年又生小孩了，好不好？祝福他一下。里面的钱除了买尿布以外，应该可以再多生两个，应该是有搞。啊，叫文哥处理几家奥德赛和七人座的。鬼台枪再硬那的二啊！啊，今年的这个年终奖金，希望大家拿得满意。这个明年看到这些人都还在了。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好啦，那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哦！来，恭喜发财。啊。有点反应不过来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太贵重了，我可能要去跟老板沟通一下，我承受不起，按写困美琴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 ，I love you too。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啊，然后还没订阅的要记得订阅，副频道还没订的要去订一下，大家理性留言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明年继续支持我们，再见，拜拜。其实不止一个，很多个客人车子遇到状况，他第一时间就跟我们讲。那当然，我们能处理的话，就是马上过去找他嘛。或者是有顺路的话，像旧街店就接好几次了。那也有客人说轮胎掉到水沟里，也是去帮他开上来。对客人来说很困难或是很紧张，那我们帮他解决以后，他们就很安心，也会很感谢我们。那当下就蛮爽的。啊，祝大家平安。赚大钱！大家好，我想问一下哈，今年我们频道你最有印象的一支片是什么？近期比较有印象的是我自己拍《未许》那一篇。哦，就是你跟巨哥拍，说说。对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最有印象的一支片是跟巨哥，不是跟可可吗？我觉得在你心中巨哥比可可还性感。巨哥也蛮性感。哪一个部分？胡子的部分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一定要今年的。可以去年就 H 大那一支吧，那个时候就是刚进公司没多久拍了一支片，对，所以我记忆比较深刻。我最深刻的应该是我被延上的那一支。那一支？经过这一次之后，就会知道要怎么拿捏那个开玩笑的尺度。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，然后突飞猛进，赞啊！耶！我们访问一下马汉，你觉得今年怎么样？工作上？其实都跟以往差不多啦，我现在主要都是负责车辆的进出，车太多也麻烦，车太少也麻烦，车太多没地方放，车太少大家没东西卖。这有多抱怨哦。但是整理车，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也是蛮有成就感，你要整理到一定的程度，交给人家，不会让别人有够了啦，还是说大家都可以满意啊？对啊，也是要花蛮多时间、蛮多精神的。那成本控制也是
要达到一定的程度。所以你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客人说的吗？大部分客人都很棒，来这边不管是看车有成没有成，或者是来卖车的人哦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客人真的水准都很高，非常高的福利。因为主要还是就是说，比如说像媒体部帮忙拍片啊，做一些这些广告宣传啊，真的。不会，你们也很辛苦，这是互相抬轿的概念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有一次客人打给我说车子停路边突然发不动，我就开了一个小时的车跑到桃园去帮他在路边换钥匙电池，然后他就顺利把车开走，我就自己回来了这样。我带了那个电池跟那个罗赖把去，今天抽到这么多奖，好爽啊，超爽的，辛苦了老板，辛苦了哦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松得力刚好电话，谢谢师傅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有啊，就是试车的时候出了车祸，就是一台大货车呢，它撞到我的后方，害我整个失控，在路上转了好几圈，好险后方的车没有撞上来。哇，那你当下什么感觉？当下我觉得我快死了。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开车都平安。你知道怎么来这里吗？刚刚这个人说要跟我收气炸锅，来给你喊价，我不出价，你说多少就多少，1500收了。刷，那好，盖。你是不是喝醉了？没有啊，真的啊。我以为他会犹豫一下，结果他是不是说1500？他说1500，我喝酒喝的很多。我以为他会跟我喊，看我现在这一段没效果。你答应的有点太快了，我把1500的。柯帅气炸锅，但我一开始以为是阿柯的气炸锅，原来不是，它是有一个牌子的。送之兔一定付。背很久，我背很久。你是我们公司的会计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你现在任职多久了？我任职4年几个月吧。哇，欸，你是超老鸟欸，超老鸟，对。年终每次就是要放假前，然后最困难的就是要把赶税务，然后又要发年终，然后又要发薪水。你是说此时此刻吗？此时此刻，对，就是最忙的时候。哦，所以其他都还好，其他我觉得还好。那我看你发薪日的时候都焦头烂额。是，没错。但是那个就是熬过就好了，跟时间在竞争这样的感觉。哦，对，其他都还好。可是最有压力的就是年底这一段时间。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听说你是那个全公司笑声最大声的，有需要示范一下吗？不用了。你现在就开始示范啊。印象最深的是在公司买了一台 CHR， 而且车刚来你就想要。对，车还没开回来我就已经跟老板说我要了，他就说我都还没看到车，我说没关系。那你很夸张欸，那台车你那么喜欢哦？因为他只跑了2年车，那时候2019出厂，2021买的，他只跑3000多。哦，其实蛮少的。下雨天都不开出去，然后他一个礼拜只有礼拜三会出门。你从来都知道，你是去敲门问他是不是？没有，买回来的服务人员跟我说的。哦，好，宏图大展。哎，欸，平时在这里都没有看到你耶，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哦，我是车贷三信商业银行。那你在我们公司通常都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对保。你开什么车？你就斯巴鲁啊。你看它出现在影片里。你是不是都飙车回家？没有，慢慢开。那你平时的那个时速大概是多少？50而已。可以呀，骑摩托车啊。新年快乐，扬眉吐气。好，谢谢。老板，可以访问你一下吗？可以啊。我想请问你在这间公司的职务是什么？打杂。你问这种烂问题啊，这都不会啊。妈的！我是公司的职务是什么？我被你搞什么东西啊？他妈的！我被推出来，你是没看过抢墙是不是啊？他妈的、啊，懂不懂啊你啊？会不会做节目啊你啊？怎样啦？快点问。那今年就是你有跟台哥拍片吗？那之后还有什么目标吗？我讲过了、啊，退休了啊，台哥都拍过了，还要干嘛？还有，来再问，来。那你对我们有什么看法？不要惹事就好了。我退休了啊，你们不要惹事就好了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再来，来你来，来、啊。我想不起来。太刺激了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什么好刺激的？就这样哦、喔，打了。问完还、啊、问完了、喔。对，搞得很不熟的样子哎哈、喔。啊，加油啊、喔、不要太常说脏话啊、喔。好。全台玩家最推荐的娱乐城，立即下载聚宝 Online。
Thank you.